層醒起先嘛。對，本身這個是。即係你如果唔係咁樣咧，就好多碎骨啱先嗰啲咁啊。對，沒錯，這樣很好。但這個再搞一下。其實你看你後面的量大不大？量大的話呢？你這樣分開來，就是短的分開來一次。短的分開這樣是吧？對。这个就没那么多碎料了，你刚才那样摆着很多碎料了。对，有讲究，要分长短拼一下，人工跟机器要完美结合一下，可以，很好。我说这个成品。